来，我们来看，如果是从黑糖的话，得到男人意识所需十毫克的铁质，我需要20.3克。来看阿远称称看，这个怎么做？好，这边有一称，各位可以看大萤幕、小萤幕，我摆上一个量器，归零，20.3克是多少？跟大家报告一下。好，如果我用小汤匙来挖的话，啊，这可以调小数点就不调了啊、哦。好，差不多是这样子。镜头照一下，这是黑糖，满足一日所需。男生哦，女生要再多一点，要多少钱？要多少钱？一公斤七八十块，对不起了，我现在为止我们拿假数据骗你，没有，我都是从卫生福利部下来答案，对不对？好，那等一下我把它装起来。好，那我们再来看黑芝麻粉。黑芝麻粉的话，哎，对不起，在这边。黑芝麻的话，整颗的，我用黑芝麻粉代替啊。黑芝麻每100公克含24.5，需要40.8。40.8，请问40.8的黑芝麻有多少？阿远称给大家看。好，一样，我摆一个量筒上去，归零。好，我就量40克，对不对？我就用最大的，我刚好我去买了三组这一种，一大匙，好，我看有几大匙哈。假设我稍微，我就不用很正规的那种刮瓶，我就直接稍微这样子用。我们需要40克，来，一匙8克，7克。哎，对不起哈，我等一下，20。没有倒干净了，然后差不多是这样子哈。假设哦，再说一次哦，现实生活中不应该也不可能以单一食物来源来获得某一种食物的营养素，但是我就是故意用这样子做。我讲白一点，有些行销广告很恶劣。各位看一下，这些芝麻粉，这两杯200cc， 我再看大概是100cc， 相当于一个2热多瓶子里面的黑芝麻粉，就可以满足一日所需。有没有觉得很震撼？很震撼。好，所以对不起，我今天我没有带那个猪血，我想带过来一定很麻烦。